你发现了他的藏宝库，你的脑子里除了钱，你外还有什么东西啊？那比你好，长个脑袋，职位显高。我走了。哎，先说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知道将军为何不近女色的原因。 什么原因啊？他对女子过敏。你来，摸。凡是被女子接触过的地方，就会起小疹子，就像中毒一样。所以你要避免跟他近距离接触，以防。 暴露身份，不会吧？他没穿衣服的时候都曝光，也没有什么异样啊。没穿衣服，这么刺激？哦，正是因为他对女子过敏，所以他铁定是个断袖。而且我看见他今天安排女子穿着男装进入他的。 将军为什么对你不过敏？肯定是把你当成男的了。你看看你，从上到下，由里到外，哪里像个女子呢？切，那这个任务舍我其谁？将军，28分吧。再说19。